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，总共有20个问题。他说某些信众捐款建立道场，现在道场管理人不好，建设无法继续，捐款的信徒希望把这个款项移用其他道场或移作印经款，请问如法吗？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你可以建议，他愿不愿意做了是他的事情。你建议意思到了就好了。否则的话你就自找烦恼。你把你自己的清净心呢坏了，这个损失很大。